加油。这不可能啊，这上不去啊，这个。这是得用哪块肌肉？腹肌啊。腹肌吗？啊，对呀、啊。我就感觉腰腹没劲就不好使。我有腹肌，你摸我，但我用不上呢。谁要摸你腹肌？这点牛啊，就是做那个腹肌环，有没有动作叫活着那种？您最拿手的，他都能做。他在我们当中是运动能力最强的。我感觉我已经拉伤了，我的手臂也要拉伤了。哇，但确实啊，陈赫是做的，因为昨天在澡堂的时候，我跟他一块洗澡，他现在已经有肉裙子，给大家看我这裙子，好看吗？这是我们的天花板。你先告诉我，这是横板还是直板？这直板。这横板。横板。横板。你，直板短，横板长。横板直板，听不听？他连横板直板都不会。这是横板。这是直板。你冷静点，对，大哥教育你了，你冷静点。马老师，你最好有点心理准备啊。知道什么叫扮猪吃老虎吗？哎呦，啊，球打得不咋地，垃圾话倒挺多。行吧，你先发个球挺来说。行吧，一个球把你身上打一个洞出来，你信不信？来，使劲扣，让我看看中国乒乓的魅力。你这击剑呢？我从侧面看，老舅像击剑一样。老舅，哪有这怎么是这种的呢？来，小鹿来，来吧，走。啥招啊？你太影响我了，他一笑没接住。哎，挺像这舞步还挺好的。鹿有点像啊，有点像哈、啊，有点像啊。比王冕好一点，可以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这定格了。你刚才是和球聊了一会儿吗？然后突然停在这儿，你怎么？我等了一下。好球，好球！哎，这啥二人转吧？这是牛起来了。哎，刚才这个是啥？小秧歌。大秧歌，把皮打给他哥。我想打王冕，我想跟王冕打。我也想打王冕，怎么这么想打王冕呀、啊？好球呀、啊，好球啊！是啊，呜呼！哎，惩罚！让冕哥第一个来。行，你们想打他吗？来吧，王冕。你看，直哆嗦的手。